这个老师过世了嘛，哈，我想他的学生也好，认识他的人也好，哈，心里边一方面有很多不舍，啊，更多的是怀念。你接触他，觉得很温暖，啊，但是呢，他也觉得让你非常非常的崇敬、仰望。我也可以代表很多很多老师的同学这样子说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假如现在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成绩啊，有一点点的成就啊，那全部应该都是老师栽培啊、督导熏陶出来的，永远永远的好像就追着他影子在跑。我想在老师离开了以后，我们心里面大概只能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谢谢老师。